感谢两位乐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奏。乐泽，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另外一个风格的表演，由公园先生创作的作品《听木西》。是个环节，游泳海与居公园将为我们带来朗诵作品《听木西》。And I'll give a slightly away from music and turn our attention to poetry. Please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warm and comfortable voices of Guo Mingzhu and Yong Hanyou, who will recite to you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 Listen to Mu Xin. 掌声有请刘永涵与居国明。一类易深读，一类易浅读。
潜毒的书如果要深毒，那就给它限制了，控制了。你采的书以深毒，以潜毒，骄傲自大狂，深毒读出一个自己来。英雄何为人是不同的，运在历史人物上试试看，很年轻。嵇康是英雄，孔子是伟人，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信，信呢是写给别人的日记。读书要读进去，还要读出来。一个人忠心待了别人，欣赏别人，幸福最多。他是在调整自己，发泄自己。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苟且度日。青春就像一道道新鲜的美味佳肴，虽然也有些差些的，那盘子总是好的。智慧是剑锋，才华是剑气，品德是剑柄。我急命运不急，这是命运的脾气。寂寞多半是假寂寞。修改文句的过程是个欲仙欲死的过程。无知的人总是薄情的，无知的本质就是薄情。走在正道上，眼睛看邪道，此之谓博大精深。活在自然美景之中，人就懒，懒就善。只有机智透顶的人才渴望重显憨厚。凡我看不起的人，我总要多看看。没有品行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有教养的上流人士对车夫遇事是一生，任何传递物品的人从来不会敷衍搪塞。歪来歪去，扭来扭去，歪不了扭不了时大声说，我是直来直去的。快乐来自智慧，有滋养的智慧。文字的简练来自内心的真诚。我十二万分的爱你，就不如我爱你。艺术是无对象的慈悲，是光明磊落的隐私。艺术的神圣也许就在于容得下种种曲解和误解。读天才的作品，自己也好像是天才一样。《红楼梦》里的一首好了歌，道尽了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可是关于曹雪芹写诗的水平，大家却争论不一。有人说他诗意平平，有人却说他诗才八斗。而木心说，《红楼梦》的诗像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就这么一句断句，说得这么漂亮，这么叫人服气，这就是木心。木心说，曹雪芹的伟大分为两级，一是细节伟大，玲珑剔透，一潭一壳一物都是水盈盈的。再者是整体控制的伟大，绝对的很酷，不属人物，当死则死，当病则病，当武则武。妙玉的命运残忍，黛玉最后为贾母所厌，残忍。她一点也不可怜书中人。作家陈村说，我这辈子读过无数的中文，结识了许多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木心的文章是我见到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让我们最后听木心的那一段话。年轻时也以为一老就全老，而今知道，被我知道，人身上有一样是不老的心，就是年轻时的
那颗心。